行了，大忽悠，你这出卖这玩意儿，别叫我艺名行不行？孩子爸，哎，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。用我啥呀？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谁买你那玩意儿啊？废话，不卖了，做这副拐又大又大料，一天一宿没睡觉，不做不赔了吗？哎呀，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能卖出去吗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还管我叫大忽悠呢？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，能把蔫的忽悠捏了。能把奸人忽悠捏了，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，我给他忽悠分别了。今天卖拐一双好腿，我能给他忽悠瘸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信不信？我就不信，人家好好的腿，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？你看吧，这就是我强项。我还不到你的强项，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。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，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，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，听说人家别说了，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。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。这拐打失误了。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，贪黑起早做这副拐，结果人家砸中了，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，这拐没卖出去。别着急。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。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，谁买呀？媳妇儿，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，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。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？愿者上钩，懂吗？帮我喊两句。我不会忽悠你，自个儿整得了。看我眼色行事，好不？哎，来人了，喊。啊，拐了啊，拐了，拐了啊，哎，拐了，拐了，拐了。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，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啊。喊卖卖啊，卖卖啥呀？拐连上拐卖了啊，拐卖了。走，怎么回事？拐卖谁要拐卖你啊？他拐卖了。 你要拐卖啊？你啥眼神啊？拐卖拐卖，我能拐卖这样的？你买呀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啥事儿啊？你多管闲事儿！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。没事玩呢。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。哎呀，再卖了，非常严重。啥呀？太严重了。说啥呢？没你事儿。是啥严重？应该告诉你，不告诉这病危险。没事，我要看出点问题来，媳妇儿不让我说，你也不能信，你走吧，没事，没事，走，神神叨叨的，你可真是，就这病发现就晚期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，怎么回事？别激动啊，看出点问题来，哎呀，说你也不信。你得说出来，我信不信的？怎么回事？先不说病情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。还知道我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？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？啥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废话，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？在饭店工作。嗯？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？身上一股葱花味儿。是不是饭店的？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？颠勺的厨师呀，是吧？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？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伙夫。是吧？是厨师不？啊，算你猜对了。哎，别算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刚才怎么的？说我说什么？又是严重了，又是晚期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你能信吗？我信。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，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？你想，让他想，真的，
我没觉着，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。对了，这不是主要病症，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？为啥？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，把上边憋大了。那是哪儿憋的呢？腰部以下，啊，脚往上，腿啊，对头，不对，我腿没啥大毛病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没病走两步，走，走两步，走走走，走走两步，走走走两步，走两步，来走两步，走两步，你鞋没毛病吧？有啥毛病？一根高一根低，这是旅游鞋，四根的，对头，就是你的腿有病。腿，一条腿短，没那个事儿。我要一条腿长，一条腿短的话，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。卖裤子告诉你，你还买裤子吗？谁像我心眼真好啊！这样吧，我给你调调，信不信？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，能抬多高抬多高，往下使劲落，好不好？信不信？腿指定有病，右腿短，来，起来，好。麻没麻了？哎，他咋麻了呢？你剁你也麻。麻没麻没吗？麻没麻麻了麻。走起来，走起来，别控制，腿100%有病，腿短别控制，放松，走，走走走走，快走，走，别想走。嗯，你走来，你跟我走，好吧？来，走走起来，一来一来好了，走走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你走吧，走吧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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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我媳妇，你媳妇要瘸了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你看着吗？我媳妇都看出来，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。啊？不是，大姐呀，啊，就是早咋没发现呢？这是。你早你没碰见她，你早碰见她早都瘸了。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。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。别着急啊。你呀，啊，小的时候，嗯，崴过腿没有？我这只崴过呀，转移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。原来你不是颠勺，嗯，你是贴墩儿，嗯，老是往这腿使劲，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嗯，轻者点脚，嗯，重者股骨头坏死，晚期就是植物人。嗯，干啥呀？腰，我这调病。大哥，那什么，我得用点什么药呢？用药不好使，好使吗？大过年别让你吃药，快说拐吧。啊，我老伴儿都知道了，拄拐。拄拐，请坐。啊，拄上拐之后，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，啊，一点一点也就好了。啊，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，他就心疼钱，不让我看病，最后残了。你啊，里头有钢板，回不过来玩，这是条废腿啊。你废腿，咱这是好腿。你说啥呢？好腿，好腿谁不管呀？是，你别骂人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，行不行啊？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，你老跟着插我啥呀？这是，我跟着腿怎么回？你不要腿，看我跟你走，我过去都没走，就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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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严重的，我甩丢多少只鞋了？哎呀，别在那扒瞎，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拱撵的吗？腿好我能撵上吗？你鞋多钱一只？那个220。220啊？嗯，正好一副拐钱啊。那得在哪儿买拐呢？拐呀，这不是吗？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。你说啥呢？不是卖啥呀？我赌什么玩意儿卖？对，我这样呢？对，那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不卖了，说话了，行不？大哥，接管。哎呀呀，大哥，哎呀哎呀，大哥，我不能白要，我得给钱。我知道你性格是吧？啊，他女人要钱了，你也抹不开不给。是，你要脸，你这么给，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，是吧？我还得要，是吧？那什么，给一半，一百。哎，行，我跟你说，多给我跟你急啊。好，哎呀，别说话了。那什么，真的？哎呀，大哥呀。大哥，那什么，
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，你看。就拿着吧，要多少是多呀。要什么自行车呀？啊？要啥自行车？要啊！对，我没说要自行车。对，你咋这么样呢？你说的要自行车，别说了，要啥自行车？我啥时候说？别笑，别，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。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，你这我没说要自行车。不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我不自行车。大哥，你别老生气，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。你说像我这腿脚呢，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。是吧？是，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。拿过去，他推过去，不让这他坑你呢，他。你这是坑我？你怎么这样呢？我就纳闷了，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，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兄弟，啊，下跪！大哥。你缘分呐！回去好好养病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好啊，大哥，你别激动。那什么，我啥也不说了，我。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啊！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？谢谢啊！你看看。瞅啥呀？你咋心疼了点呢？走，换个地方。还干啥去？找个腿脚不好的，把自行车卖他。自出买拐，摸得够呛，丢了工作，跑了对象，我就不信这个劲儿。别人能让我吃亏，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。我也卖拐，南来的北往的，注意了啊！注意自己的腿啊，看有没有毛病啊，没病走两步啊，走前了我把拐卖你啊，拐了。发家致富道道多，去年卖拐，今年卖车，卖车了，拐了。老大脖子粗吗？别着急，这回轮椅有销路了。人家腿都好了。腿好了，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？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。快走吧。Hello。Hello。兄弟，你干啥呀你？我是天天找，月月找，足足找了你一年了，非常对不起。别激动，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。我激动个屁！我激动，你把我坑苦了，知道不得？啊，我老婆也跑了，工作也跑了，走，找个地方说理去。兄弟，那啥，你把拐给我们，把钱给你，咱回家吧。你别跟他掺和，过来。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？我煮什么煮啊？压根没病。完了，我最担心这事儿发生了。不是，你说当时我不让你卖拐，你不信话，你说这咋整？媳妇儿，他完了，你看看，变化多大这一年？马上看。你要说有变化吗？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。你看。看什么？就连我媳妇都能看出来。你知道因为啥吗？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，你的病毒往上转移，已经到了大脑。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，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，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。现在已经完了，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，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。忽悠，接着忽悠，是不是还要让我走两步啊？去年走两步瘸没？瘸了。跺两脚麻没？麻了。请问为什么？你忽悠的。今天不用你忽悠了，我跟你走两步，你不是爱看吗？我跟你走两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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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
可是我今年好了，哎，我能小跑了，我还能垫步，哎，我还能大跳，哎，大跳，哎，大跳，我给你画一个。看着吗？不但脑袋不好，而且精神还有问题。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啊！朋友，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？没问题。现在我请问你一个几个事儿，如实对答。你说，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？不迷糊。眼睛冒不冒金星？不冒金星。好，我试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能不能？今天我配合你，我完全的配合你，我目的就是当众戳穿你。好，这样。深吸一口气，大嚎一声，吸气，吸马，吸，吸，好啊！别停，看你气有多长，我判断判断就算，别停。迷糊吗？没迷糊，没迷糊呀，晃着呢。就是咋迷糊了呢？他咋迷糊了？喊缺氧了呗。我告诉你媳妇儿，这是身体好的，告诉你这事上医院了，知道不？迷糊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搁那划了啥呢？冒金星了，怎么的？冒金星了、哎。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。你别整那个，就咱这个智商，抠出来上秤要比你多二斤。那好。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？你来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，没问题，看看你的脑袋是否好使。好，会学话吧？没问题。我说开始，我媳妇说啥你说啥，明白不？来者不拒，开始。啥玩意儿？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儿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错。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？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？就这么这句就开始、啊。什么叫学话？行，明白？重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老头他又错了。没错，错。刚才我给你错错。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，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。这句就开始学啊。对。那行行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整这个，你这是蒙人的。你这么的，你要来，咱就来智力测验，咱来正规的，就来电视台里有那名。这来来这来这。别去，姑娘，你快回家吧，这你别回家。那这样。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，你别整三岁，有能耐你整四岁去。四岁行啊？你五岁都不在、啊、你看着吗？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，咱还怕他干啥？做准备，来、啊、请听第一题。说 Number one，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？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？错，媳妇你答。在犯错的情况下等于三。正确。他们说，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。这算错的，你算错的还等于六呢？是那能有等于好几亿？你没答上。你再来一个，我找个窍门了。请听第二题。说。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？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。错，媳妇答。因为狗真的生狗，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。正确。你是出生就生啊？那请听题。你来。树上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加一起几个猴？八个猴。错误。俩猴。正确。怎么的？树上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俩猴。骑着呀，骑马那个骑。你这是谐音，你这骑着。哪叫谐音？你再来一个。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？你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别打了，你请听题。说，树上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几个猴？俩猴。错，八个猴。怎么的呢？树上七个猴，地下一个猴，八个猴。这回七个了。那树受得了吗？那个。你别管树受不了，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。你别答了，你答不上。你别，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。来，请听题。说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？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。错，媳妇答。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。为啥这么说？就你那样还长腰，长腰上那叫闷刀，那长腰，哎呀，屁股那叫火疖子。
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，你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？我不承认吧。现在有发调理，我马上就给你治好。怎么治？你把脚离地，你脚不离地，它永远不行。一离地，你指定打上。我，怎么离地啊？你试一试，你找个地方，看看吧，自己就找去了。别着急。坐好了，你别脚抬起来，请听题。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？断错的情况等于三。呀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呀，发现没？对了，因为你俩脚离地了，病毒就关闭了，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，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。我站着，来一个。说一位醉汉，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到电视砸去，只听啪嚓，电视一点没坏，为什么？因为电视质量好。错。因为没砸倒。正确。你没砸倒怎么咔嚓一下呢？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？就你这智商。呀，你快回家吧，兄弟，你变你变什么？请听题。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，咔嚓砸地上了。恭喜你都会抢答了。再来一个。你别打了你。请听题。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，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，刹车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司机爱好动物。错。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，你这问你。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不行，哎呀，这我脑袋怎么的？那猴屁股红的圆的，那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？我是再试，你再试一下吧。你说，注意，树上蹲个猴，猴屁股当红灯了，恭喜你。哎。你别不对，怎么对呀、啊，大哥？怎么对呢？你看啊，是不是这么个事儿？我一坐着，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；我一站起来，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不对呀、啊，你这个啊？你这样站起来是一道老题儿，来，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，你说，请听题啊。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？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咋整啊？等于二。人家是二。二啊！你刚才不是说三吗？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，你都二到啥程度了？哎呀！大哥，最后，最后，一加一，这个对了等于二，错了等于三。恭喜你，已经打俩八了。老张，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，你赶紧下车回家，我们得回去。那你快回家吧，你别给我们，我们还有事呢。大哥，多少钱？我买。我买，我明白了，大哥，你别说骗你哦，我明白了，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。我买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明白，你说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，哦，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，我等你半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给钱，千万别多给，你给个改装费，也就400块钱，没问题，多给我就不给你处以后，啥都不卖你，赚那么多钱。那个大哥呀，就带了300，你看看。拿着吧，那就不省啊！戴手表了，戴啥手表了？啊，戴什么手表了？啊！谁说戴手表了？我跟你说什么？你就赖我，大哥，你说他俩这样的，大哥，就这么一块。谁说了？我没说。大哥，你听我说行不行？你说都实在，你听我说，像我这种智商，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。拿着，回去好好养病啊！好。你说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？能不能换个人啊你？兄弟，你要是我话，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。他还是坑你呢。你还是坑我？你怎么这样呢？我脑袋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？你？
青年人，我倒是给我逃避，你就横帮竖挡不让。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这，我就是第二次上当。没关系，大哥，这种人太可气了。你走前，我送给你一句话：你摊上这样的媳妇儿，白瞎你这个人了。怎么样？太可气了，这种人。不用气，咱别恨他，全子这种人养活咱们。谢总，谢。走回家。不是，这玩意儿你还要它有啥用啊？回去改一副担架，来年还卖它。听说他不当厨师，改防忽悠热线了，竟敢扬言再不上当受骗了。残酷的现实已直逼我心里防线了，今年我要不卖他点啥，承诺三年的话题我就没法跟观众兑现了。是不是啊？进去吧。别着急，先拨个骚扰电话。你好，你好，这里是见你见你一眼慧眼防忽悠咨询热线，我是资深上当者老范，凭借多年上当经验，对你是否被忽悠了做出明确判断。有人卖拐，请摁一；有人卖车，请摁二；有人冲脑筋急转弯，请摁三；有人卖担架，直接拨110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您是范师傅吧？啊，你是哪位？我是有一个问题想直接咨询你老一下。啊，你说。我们家有头老母猪啊。哦。黑地白花的。哦。早晨起来打开店门，以每小时80迈的速度向前疯跑，咣当撞树上死了。撞死了。啊。这个猪的视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俩眼睛都是1.5的。会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啊？心理可健康了呢。那怎么会撞死呢？那头猪脑筋不会急转弯呗。我说你这个人不讲究啊，你不按套路出牌呀、啊、出脑筋急转弯你得摁3呢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咨询个问题。你说，过年了，嗯，我们家什么年货也没买，就剩下一头猪和一头驴。你说我是先杀猪呢，还是先杀驴呢？那你先杀，给你们两个机会。驴肉好吃。先杀驴。先杀驴。恭喜你答对了，猪也是这么想的。悲哀，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。眼看就要独闯江湖了，这怎么能让我放心得下？师傅，先杀猪好了。那驴也是那么想的。我告诉你，就这个问题，你先杀谁都不好使。我为什么没回答呢？就因为我考虑他是有问题的。哎呀，看见没，他已经从当年的一根筋现在成长到2头堵了。师傅，他太厉害了，咱回去吧。不能回去，卖拐把他忽悠瘸了，卖车把他忽悠捏了，在10分钟之内不把他摆平，我就没法给您俩当教师爷了。是师傅领进来忽悠再个人。好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进去。好，美了他了，他还看看瞅瞅，一哼还跑了，往哪跑啊？
时代吗？哎，哪位？请问你们遵循？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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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，非常六加七呀、啊！这当年叱咤风云的大忽悠，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？苍天呐，大地呀，这是哪位天使大姐替我出的这口气呀？猪撞树上了，你撞猪上了吧？追尾了是不是啊？咋又改三了呢？三年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忽悠，我是向你忏悔来了。接着忽悠，有我徒弟作证。嗯，组团忽悠我来了。不好使了，大忽悠。只要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对你提高警惕了，你还会什么？啊，不就会几个脑筋急转弯吗？地上一个猴，树上七个猴，这是两个猴，就是八个猴，也可能三个猴，还可能九个猴。怎么又变了呢？怀孕一个猴。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我不是给你弄脑筋急转弯那个初级阶段了。我是向你赔礼道歉来了。哎呀，三年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范厨师。是，多么好的人。是啊，我常跟你们说，你说我骗他干啥？多么忠厚老实，你说我，你打我两下，我你下不去手，你骂我两句，你张不开嘴。这样，反正你原谅我也来了，不原谅我也来了。原谅不原谅，我都带上诚意扑面而来的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还扑面？你看，哎呀，这忽悠的，嘿，哎呀，接着忽悠，哎，把我搀起。呀，呀，能站起来呀？哎呀，呀呀呀呀，没啥病啊！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！走走走两步。走两步，走，来来走，讹人是不是？是不是讹人？大伙儿都看着呢啊！出现什么意外跟我没关系啊！不是你老整的悬登楞的干啥？你赶紧站起来呀！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好不好？你想听吗？我想听。听完你听完你信吗？你只要站起来我就信。你撤吧，我能站起来。嗯。呀哈！说呀，说来话长了。记得。那是2003年的第一场雪，比2002年来的稍晚了一些。你整歌词干啥呀？有什么话快直接说。我不跟你玩虚的了，今天我就向你道歉来了，上货。面熟吗？这是你忽悠我的那几百块钱，分文没动。这是那块表，戴在我手上就没走过字儿。大哥，我们俩的恩怨应该了结了吧？还有他，这几年。耽误我们俩之间感情的就是这个罪魁祸首轮椅，今天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把它砸碎。师傅不能砸呀。师傅，这轮椅是你老哥俩重归于好的见证啊。不要乱说。师傅不能砸呀。师傅，哎呀，师傅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要砸就砸我吧。
大哥，大哥不能砸你，大哥你太有诚意了。孩子们说的对，不能砸呀，他不仅是我们重归于好的见证，更是我以后避免上当的警钟，我收藏了。不行啊，学生们花钱给我做的，你怎么能收藏啊？花多少钱我给呀？花多少钱呢？两千。两千，我出两千。我给两千五。我三千。我三千五。我四千。我五千。成交。给范厨师装了。你喊这五千，我落的锤，成交。没有，不对啊，你记错了啊。这怎么喊的？我听是范厨师喊的。什么什么呀？不是，师傅喊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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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啊，谁喊的不要紧啊，你看咱们捋一捋，他有点乱啊。谁先喊的？我先喊的。你喊多少？我两千。我两千五。我三千。三千五。四千。四千五。五千。你看看。哎，清楚了清楚了。哎，有点乱，有点乱。你可以再算算。不是你谁也别说话，我自己算啊，我自己捋啊。你就自己乱了。你别说话，别说啊。两千，两千五，三千，三千五，四千，四千五，五千。对呀。哎呀，我记错了，是你喊的。不对。你先这不对，大哥啊！我喊完四千，你直接喊的五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？这样啊，乱了啊！既然咱哥俩呢，你同意收藏是吧？咱们重喊一次，是不是？好，听明白这五千到底是谁喊的？好。那个起价多少？两千。两千。我两千。成交。这回不乱了。哦，你不往上叫了？对，我怕喊乱了。这回是你喊的。哦，那行那行，哎，别动啊，别动，这轮椅是我的了啊，别动，我给钱啊，两千行。跟你说，老弟，按理来说不应该要钱，你别说了，你要面子，别说了，你这个人就是要面子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不应该管人要，但是不给又不是你性格，给你我就上当了。上当了，那我跟你说，压根儿啊，刚开始我就没想到，不是，该抢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你理解错了，我没想管你要，别装了，啊，从你一进屋，你分别用了苦肉计、欲擒故纵计、师徒配合砸车计、稀里糊涂突然落锤计，我只用了一计，将计就计，送你一计，走为上计。不送，失败了。知道因为啥失败吗？这一个厨师不看菜谱，看上兵法了。撤。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干啥玩意儿？跪哪去了？我在这儿呢。干啥你俩？干啥呀？师傅，太对不起了。你这忽悠智商太低了，跟你也学不着啥玩意儿。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。飞扬，师傅在上，少徒儿一拜。哎呀妈呀！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耗子都给猫当伴娘了，我天哪！师傅，请收下我们吧。哎，孩子们，呼海无涯回头是岸，学好就好啊！过年了，给你们包红包去啊！包红包啊！哎，悲哀，哎，的确悲哀呀！哎，这钱你俩能要吗？上月我没给你俩发工资吗？悲哀。来吧，一人一个，拿好啊，拿好。悲哀呀。谢师傅。哎呀，
防不胜防啊。可是大忽悠，我不服你。怎么着？你忽悠来忽悠去，我坐的不还是轮椅吗？你想要啥？你的承诺呢？什么承诺？你的单价呢？自己开发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为你定做的，如果短还可以加长。哎呀，哎呀，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呐、啊，多亏我技高一筹，打开红包。啊，过年了，送你一副对联，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呐，吃一堑长一智谢谢。我再给你补个横批吧，自学成才。请坐，大叔的妈。稍微有一点紧张啊。大叔的妈，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？第一次。嗯，是。对，刚来这个演播室啊，都会有一点紧张。你看，有这么多摄像机，这么多观众，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，好吗？是。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。咋介绍？按您家里的习惯。那我先说。好。我叫白云。我叫黑土。我71。我75。我属鸡。我属虎。这是我老公。这是我老母。我老伴。啥味儿？请坐，请坐。大叔的妈，太紧张了，别紧张啊！我跟您说，这个谈话节目啊，它有话题。嗯，咱一谈话题呢，他就不紧张了。哎，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。我看咱改改规矩，这次大叔您先说。昨天在家准备一宿，今天上这儿来了，明天回去，谢谢。不是，大叔，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，我是让您往前说。前天，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，谢谢。大叔大妈，我说的这个昨天、今天、明天呀、啊，这不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是后天，不是后天。那是哪一天呢？不是哪一天，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，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，再评说一下现在，再展望一下未来。您听明白了吗？那是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那也不是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是你问这有点毛病。对，没有这么问的。是吗？我还弄错了，我还。那谁先说？我说吧。你说。啊、我有准备。啊，准备好了。改革春风吹满地。中国人民真争气，齐心合力跨世纪，一场大水没咋地。谢谢。这是首诗。该我了。那咱妈也准备了。是我站着诗。那等你啊。那急急。改革春风吹进门，中国人民抖精神。海湾那嘎达挺闹心，美英合伙欺负人，谢谢。哎呀，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？礼貌。这什么谈话？整个赛诗会的。大叔大妈呀，今天过春节，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，
咱说点高兴的事儿，行吗？我搁家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写这段不行，海湾那事儿，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，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？你说，说说大好形势，各位领导、同志们要做报告啊，这说不行吗？行，您说吧。您说，大家好，9898不得了，粮食大丰收，洪水被赶跑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齐夸党的领导，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，国外比较乱套，成天勾心斗角，今天内阁下台，明天首相被炒，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，纵观世界风云，风景这边更好，多谢。大叔，哎呦，太沉，等会儿摔着了吧？我往前迈两步忘了，没在乎。挺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，丢人了。没有。大叔大妈呀。这个谈话节目呢，它实际上就是说话，嗯，就是聊天儿，就是唠嗑，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，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，在这儿就什么样，别紧张，好不好？那你放松的事儿，对，你早说呀，早说早明白，把那鞋穿上，帮我放松呢，那放松精神，你放松脚跟儿，哎，你这挺臭的，别。汗脚，拖鞋不行是吧？行，不礼貌。大叔大妈，我问一句啊，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？看过，你不姓崔吗？对啊，实说那个，你不叫崔永元吗？对，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，真的，都夸你呢，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。这么说的，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。这样说实话吗？你瞎说啥实话？对不起，他这不是那意思，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，哎呀，全村最爱看呐、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、说你一笑像哭似的，是不是一哭像笑似的，他们村这么夸人呢，他们村他们还说你，别说了行啊，不说了。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。嗯。我现在呢，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，你们是哪年结的婚？我们相约58。大约在冬季。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，这又改唱歌了又啊。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？这事儿你看别说。这属于个人隐私，这种。其实小崔，你应该有这种眼力。当时我用现在话说，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，追的我。你咋不实话实说呢？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，长得跟鞋拔子似的，我能上赶着追你呀？真不会审美。怎的？这叫鞋拔子脸呐？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。还不如鞋拔子呢。我年轻的时候，那绝对不是吹，柳叶弯眉樱桃口，谁见了我都乐意瞅，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。拉倒吧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。大叔，大叔这么说不对，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。现在不行了。嗯，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，皱纹也增长了，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。大叔大妈呀、我一个一个问得了，我先问大妈我啊。问我呀。大妈呀、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？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，没事和我唠嗑，不是给我割草，就是给我朗诵诗歌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。暗送秋波呢？别瞎说。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，送过桌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。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？秋波是啥玩意儿？秋波是这青年。秋波是啥玩意儿？你咋都不懂呢？这没文化呢。
啥呀？秋菠就是秋天的菠菜。哦。冬哥，年年秋冬，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菠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叔啊，光送菠菜不行啊，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，您想想有没有？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，你说吧。我说，咱妈说。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，我就想送他件毛衣。对。那前儿穷，没钱买，赶上呢，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，我就发现那羊脱毛，我就往下薅羊毛，晚上回家呢，绑上毛线。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，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，让生产队发现了，不但没收了毛衣，还开批斗会批斗我。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挖社会主义墙角？是给我定的罪名，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。这罪过不轻啊。他心眼太实，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，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，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，谁看不出来？我听出来了，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。嗯。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，有没有？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，他家穷的，管啥玩意儿没有？别发瞎，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。还有家用电器啊？手电筒嘛。哎呀，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，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，过得挺好。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，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哼，别向我们学习。嗯，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。以前，现在，怎么回事？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，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，这楼盖完了，屋多了，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，说搁一屋睡，当他学外语。完事呢，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，是距离产生美。结果我这一上楼，距离拉开了，美没了，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，打电话还说外语，哈喽啊，饭已 OK 了，下来咪去吧。你咋不实话实说呢？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？你心眼小，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，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，我不说你拉倒。说那啥用啊？那赵忠祥一出来，你眼睛不也直吗？赵忠祥怎么的？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。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，爱咋咋地。说不对，这样，这样不对，干啥去？不陪了，别，我不陪了。别，这不你当他是人呢？你说这玩意儿干啥？别说，都少说两句啊！错了行吗？你这不懂，少说两句，我录像。哎，这轱辘掐了啊，别播。对，这轱辘掐了，别播去啊。你坐，你坐。不，你脾气里都过去的事儿。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，别生气。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，就为了看个电视，我觉得不值得。可不是咋的？后来更过了，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、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，要弹劾我。这事儿闹大了。嗯。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，大家一致认为我，您是对的，给人赔礼道歉。赔礼道歉这段啊，一定让大妈讲，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。呀，我跟小崔说，你就坐那说呗。大妈说，有一天晚上，嗯，咣咣找我房门。我一开门，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，非要给我朗诵首诗。别啊，白云黑土向你道歉，来到你门前，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。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。大叔啊，后来怎么样？涛声依旧了。你看，咱们今天呢，先说受苦，说着说着又说打架，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，起得太沉重，
现在咱们换个话题，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。嗯，我先畅想呗。你先畅想。我都畅想好了。嗯，我是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走在春风里，准备跨四季。想过去看今朝，我此起彼伏。于是乎，我冒出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写本书。哎呀，打住！怎的？拉倒吧，看书都看不下来，写啥书啊？大叔，现在出书热，写一本也行。是，人倪萍都出本书吗？叫日子，我这本书就叫月子。现在吹牛呢，你要写月子，我也写本书，伺候月子。越说越不对劲儿啊！大妈您慢慢的构思，慢慢写这本书。嗯。这大叔，要不您说，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，嗯，越来越老了，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过去论天过，现在就应该论秒了。嗯。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。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，好想法，去趟铁岭度度蜜月。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，我得先美美容，嗯，把我这俩门牙装上，装个烤瓷的，高级的，嗯，然后再整整容，做个拉皮儿，我拍个黄瓜。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，拍个黄瓜，我就只能烫糊。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。其实我听得出来，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，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，生活幸福。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，按照惯例，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。大妈先来。就剩一句了，一句话，发自肺腑的，对，发自肺腑的。我十分想见赵忠祥。拉倒吧，这是要说发自肺腑的吗？这么丢人。大叔您说一句话。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，你说这干啥玩意儿，丢不丢人？您说一句话，说点关键的。不一样，我也剩一句了。一句话，对，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？说这个啊，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咱们怎么回事你啊？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，怎么回事？别激动啊，看出点问题来。哎呀，说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今天我配合你，我完全的配合你，我目的就是当众戳穿你。好，这样。深吸一口气，大嚎一声。